家好，歡迎收睇八八六十四嘅八月推薦星啦。咁我哋八月份嘅推薦星咧，就有一位我心目中嘅男神，佢就係 Eason 陳奕迅。這是我的出發空間，誰料還是終站。啲同事好趕，佢哋好，佢哋好緊張嘅，瞓翻好啲，哇，好爽。在这边上学，然后知道陈奕迅在这边开签唱会的消息，然后所以就特意过来那个看看。有一次在电台听到《遇上苗块》这首歌，我就喜欢他，然后我就开始找他其他的歌来听。大概还蛮多年的，就从我中学时期这样子啊。从他出道到现在，今天其实他是他的20周年出道，所以是应该是20年。他歌声超好，他歌声我一听，刚才又听他旅合社，我就鸡皮疙瘩就起来了。这张专辑还蛮很正宗的香港广东风的感觉啦。因为之前好多都是华语歌嘛，然后出一个广东歌，觉得哎还不错，蛮棒的。我很喜欢这张专辑啦，因为它有回之前七百年后那个专辑的 feel 这样子哦，里面有很多那些一起情歌的 feel 啊，很好，很舒服，有其实在华星年代的那个感觉。他的歌反正身边人都很喜欢，挺有感觉的，而且歌词写得特别棒，最喜欢他的歌词。半次到一百次，一天一天，在这个人生跑道，靠勇气加人生马路啊，放弃太轻易，沉迷还是幼稚，根本不介意，愿到最后我知锻炼里的意义。好好，小心小心。每次我想算了，仿佛听到窃笑。这首某条件我也是很喜欢，真的最喜欢他的黑洞。我蛮喜欢是黑洞，黑洞吧，就觉得很有复古的那种感觉。除了黑洞还有那个人生马拉松，我最喜欢人生的马拉松。我是最喜欢第一首老板我必先，一个灵魂的独白。压力很大的时候听就可以很放松。身为打上班族，这首歌非常对我们非常有意义。如果是从以前就喜欢粤语歌曲的人，就有一种很怀念的感觉，就是有很多以前经典的一些旋律一直可以听得到那种感觉。欢迎今晚主角陈奕迅 Eason。签唱会耶，有唱耶。台湾没有签唱会，也没有公开的宣传活动，所以我们很想要能够跟他近距离分享这张专辑。当潮流爱新鲜，当旁人爱标签，行得伴着你我，是窝心的自然。很谢谢你的存在，希望这张专辑可以大卖，推广到全世界。希望他来新加坡开演唱会。其实新加坡也是有很多人愿意喜欢听粤语歌。来 Malaysia 开演唱会，我好中意你，希望你继续努力啊，宣传你嘅爱俾呢个世界，同唱更加好听嘅歌俾我哋啲歌迷啦。我咁中意你啊！系。八八六十四，每逢星期一至五，只在八度空间，可透过付费电视708频道收看，或到等等重温。